等了一下，然后落到了在左半边啊，还落到后面去的话呢，这样子垒包上的跑者要清空喽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！一分回来，第二分回来，第三分回来，该不会第三分、第四分也要冲？第四分也要冲，这个球回来了，场内全垒打！哎呦喂呀、啊，又加一个失误了。要来看一下这个失误会不会加上去哦？因为第四次的失误就是刚才三垒传本垒的那个失误。好，那现在一棒。所有的跑者全部回来，不是三分，而是四分都回来，让韩国队一口气在这个半局拿下了七分呢、啊，总分是来到了九分。这个球其实在外野这边有碰了一下。拜托拜托，记得要订阅公视体育的 YT 哦，还要按赞分享。